传供长老就位，传供开始，请长老及传供代表就位，传供。代表广仁老和尚读偈文，
为中华民国85年国历7月14日释广化、释广任、释广勋，仅以香花施修，仅置于上广下化，指令未签约，亦为化石佛教大德，诞生江西书香门庭，随军来台，亲近律公，以示脾气，发明广化，受具之后，参访高僧，悟善执事，贺悟真空，起志悲双运，背业经验，扶持戒律，律己慎言，视线残疾，道心一坚，主持凡刹，化瘀成仙。把这一段文讲了哈。第一个是自家学堂，自家学堂就是在黄溪，在黄溪啊，这些这些四间法，因为一般人啊，不懂的事情要有这点理解啦，是先前看得到的理解啦，再得到的才是黄溪啦。这佛说法呢，先讲人间层。你看那个要看那个孝顺经就晓得哈，不讲经啊，它有个原则性。第一般信徒来说，他开始一看那个讲呢，一定先讲人间层。等你生欢喜心了，再进一步，再向这个此事法。此事法吗？或者是看你的根性呢？要不然先讲孝顺，再讲忠诚，再讲大圣。所以你看到最后讲那个《法华经》，才非常可以，这是一个道理。这个自然有它一种这个步骤。那么在这一个地方来说呢，要众生这个欢喜，这个世界学堂的欢喜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指的佛呀，说哦，你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很痛苦啦，我们这个世界你想想看，有三灾八难，什么三苦八苦，一百零八苦，八万四千苦，那是无量无数的苦。我们世界总是苦了，娑婆世界总是苦，总是苦多了少了，这苦就多了。那所以我晓得我们的世界大家子，如果想既然苦了嘛，你一定会想离开这个苦了，要想得个快乐，想哪里有快乐的地方？是不是？你看他一开口就讲嘛，就讲到极乐世界，你看，无有正苦，当受苦乐，这就是世界学堂。一看就讲那个世界一这么苦都没有，好上有种子你看了，到那个世界去到这一天他们就享受看了，没什么，就是你听到就生欢喜心了，想学这个方法了，就叫做世界学堂在欢喜心。那么在我们说念这个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那个消灾，所有政府就像我们现在的，那是到升到这个世界去了。就是你在这个世界，我听了这个法门，修持这一个净土法门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得利益。
你现在有什么生欢喜了？他这不是，五月中头当时得了肝癌，现在也可以得了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现在世界上才得了。这个精神方面是很微妙的，所以说现在举个例子说，念佛演咒的故事。为母上张卫京，所以讲到这个不在世间的呢，他们有兄弟两个人，哥哥呢是姓佛，姓云佛，弟弟呢是很会看相。他在那个心里面啊，自己看啊，自己看到自己的相啊，过去天就应该死了。他这个看相看得很准确的，过去天就死人了。那当然就很烦恼啦，很痛苦啦。这个哥哥是姓云，哥哥是姓佛，那是哥哥是姓佛一个佛教徒，他弟弟是没有佛教的姓佛，不是佛教徒嘛。那一看呢，当然成为哥哥商量了，日在就在哥哥告诉他，你去问佛嘛，你过去天就死了，你赶快去问佛，有什么方法能够救你这条命啊？那就因为就听到这个话呢，去见佛了，去见佛，问。他就问了，佛陀啊，我看到我的相啊，过去天就要死人呐、南无。
直至等功德圆满，恭敬开始。上道下海长老及副主任委员、上人下学长老恭敬。上香，向广化老和尚真前行上香礼。阿弥陀佛。向广化老和尚真前行上香礼，上香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情虚长老，请上香。三问讯，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。我们感谢中国佛教会暨台湾省佛教会。三问讯，一问讯，南无阿弥，再问讯，三问讯。好，我们感谢以上贵宾。问讯，阿弥陀佛。诸位要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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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
快！哦，一跑啊！哦，不赢啊！太好了！
你再去通宵了。这个不是哦，最宽的就不是，那是石头了。把你捡起来，放在这个，放在这个。固定的哦，不要踩碎，怕贵的。